就这样。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，都会有人说话。我们只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努力，那就好了。周星星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你是从什么点转到这个点啊？不是啊，你现在这么晚了，外面又这么黑，你跑来这边跟我讲这种鼓励的话，分明就有一些暧昧的味道。什么暧昧的味道？走开啊！等一下。你刚刚讲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都会陪我到底。是什么意思？